卡爾維諾咧喺看不見嘅城市裏面咧，曾經形容過一種城市。呢種城市咧，永遠咧只係充滿住對於呢種城市本身自己嘅描述。咁任何人咧居住或者經過呢種城市咧，都唔記得自身嘅經歷，都只係重複翻一啲既有嘅論述，好似巴黎一定係浪漫嘅，或者京都一定係傳統嘅咁樣。我哋對於南丫島咧，其實會抱有一啲想像啦，以為呢度咧係主要係食海鮮、行山嘅一個觀光熱點。但其實咧，南丫島唔止係咁樣嘅。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嘅計劃咧，同觀眾一齊重新想像南丫島，甚至重新想像乜嘢叫做島嶼，打破一啲既有嘅迷思。今次嘅藝術計劃咧，我哋邀請咗15組嘅藝術家啦，佢哋各自擅長唔同嘅媒介嘅，包括攝影啦、錄像啦、雕塑啦、裝置啦，甚至係社區耕作等等。我哋希望盡可能以唔同嘅方式、唔同嘅角度為公眾呈現南丫島不一樣嘅一面。南丫島嘅居民咧同藝術家佢哋關係互相影響嘅，藝術家咧透過同島民嘅相處，發掘呢個島嶼獨特嘅地方，而另一方面咧，島民亦都透過藝術家一個外來人嘅角度，重新認識佢哋自己居住嘅地方，從而營造一種共同感，一種 sense of place。咁今次《南丫船》呢個作品咧，係我同另外一個藝術家劉清華一齊創作嘅。今次島上面嘅作品，我哋就係做咗一個戶外嘅裝置啦。入到嚟島入邊個環境同埋個風都咁唔一樣。咁好想係直接同佢溝通，唔用翻自己以前比較熟悉嘅媒體，試一啲新嘅嘢。同埋今次呢個計劃其實好多傾偈嘅部分，我哋同漁民啊，或者同啲村民啊，好多故事嘅交換。咁我哋好想喺個作品入面去反映翻呢一樣嘢。咁我哋嘅作品叫做《看見風》啦，咁分別有旗帆同埋長椅嘅。而家見到嗰啲旗帆咧，其實就喺上面印咗一啲水面人會用的詞語，然後用了天后誕他們會用的旗幟去做個原型。希望觀眾呢來到見到一些奇怪的字，會問其實這些字是為什麼呢？我們有跟一些 research team 去上魚排，或者去跟他們去圍繞南丫島去看不同灣的名字，他們經常都會提到一件事，就是叫風。是漁民他們很靠風吃飯，我們問他哪個沙灘游水會舒服一點，他都會說要看一個風向在哪裡。我們很想是在一個島上面呈現到風這件事，旗是一個其中一個很好的媒介，亦都因為做了這個作品之後，真的會對這裡的風向是會了解多了。另外一件作品就在碼頭那裡有兩張長椅，我們用公園的廢置的長椅去加上一些新的木，同埋一啲喺南丫島沙灘執到嘅一啲磚塊咧，去重新做嘅一件作品嚟。咁我哋嗰啲磚咧，我哋覺得好多磚好似嚟自唔同嘅家庭，但因為風咧，因為浪嘅關係咧，就聚集咗喺呢個地方。咁我哋好想將呢啲唔同家庭嘅磚或者小片段咧，去擺翻喺一個凳嗰度，提供翻一個地方俾人哋可以喺嗰度去做一個連結，或者做個傾偈，或者做個休息。我哋另外就做了一本南丫南俚語字典啦，咁即系入边就收录翻呢度啲字系点解，咁其实就系我哋全部听渔民讲嘅一啲故事，去认识翻佢哋一啲用语咯。摇炉洗利咧，就系其实系听传记道嘅老板讲，佢哋以前系未有机器嘅年代咧，就系要用风力去帆船去推动啦。咁有时冇风嘅时候咧，佢哋要成船人一起去摇炉，去令到大家翻到屋企啦。我觉得几中意呢个古仔，就系咧，其实传记道佢哋同居民嘅关系咧，有时唔系净系一个服务另外一个，而系有啲情况佢哋系要同心合力，因为佢哋咁样先可以一起翻屋企。譬如围姑仔系有机会跟到啲渔民真系出去，夜晚佢哋围住啲船去睇佢哋捕鱼个情况。咁好多都系我哋城市人唔系好熟悉嘅字嚟嘅。咁都希望係將佢哋嘅啲用字或者文化去介紹俾大家。咁今次嘅作品叫《島嶼節奏》啦，我好相信呢度有一個好特別嘅節奏嘅，因為無論咧你去訪問唔同嘅村民咧，佢都會話到俾你聽，哦，南丫島好慢啦，好靜啦，即係佢哋有心目中咧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節奏喺度嘅，去貫穿佢哋嘅。呢件作品就係希望可以話到俾人聽，哦，原來南丫島嘅生活係咁樣嘅，按住呢個步伐，按住呢個節奏。
風鈴咧唔係我第一次用嘅媒介嚟嘅，因為以前有做過一件 work 係用風鈴嘅，就係講扭同扭之間嘅溝通。而呢個講節奏嘅方法用風鈴係最直接嘅。有啲賭民佢話佢覺得賭嘅生活就係嗰下搖下搖下，即係你入賭搖下搖下，出賭搖下搖下嗰個狀態。咁好想探討就係呢一個咁特別嘅節奏係點樣。咁所以咧就派咗一個風鈴俾佢啦。佢一節睇到後面啦，佢一節係藍色嘅。咁其實佢係模仿緊海浪嘅。咁有風吹過嘅時候咧，佢就好似海浪咁樣。咁呢個亦都係佢哋成日講嘅哦。去到邊都望到個海岸線，即係喺個島生活。咁同城市好唔同。平時我做策劃家換故仔啦，或者平時去收集日常故事咧，係一個雙向嘅行為嚟。佢知道啲故仔係話俾我聽，我知道我畫嘅嘢係俾佢嘅。咁但係今次做嘅呢一本書仔或者呢件作品入邊嘅故仔咧，係聽翻嚟。咁我就每朝早六點七點嘅時候，咁就坐咗喺其中一間茶餐廳嗰度咧，就做一啲筆錄。成日坐喺嗰度聽咧，成日聽到佢哋去講一啲外邊嘅嘢啦，或者佢哋嘅無關痛癢嘅説話咧，正正就係佢唔知道我會記落嚟咧，佢講嘅嘢先好由佢哋出發嘅。因為如果我去訪問佢哋咧，佢哋就會諗啊，我想要聽啲咩，然後講一啲佢哋覺得我哋想記錄嘅嘢。咁呢個係好唔同嘅呢個收集方式，會感受到係好獨特嘅，係同個節奏好有關係嘅。然後就將佢收錄成一本咁樣嘅書仔啦，配咗圖，咁就俾入嚟睇嘅。因為老一輩的老人家會覺得風鈴是不吉利的，亦都正正是點解除了風鈴之外，亦都有本書仔俾佢哋睇咧，就係、是、哦，如果佢哋真的不想掛出嚟咧，都學有本書仔睇嘅。我有聽過有小朋友話俾我聽，佢媽媽睇到很大感觸啦，或者呢本同埋呢本故事同埋風景的畫就感動到喊啦。咁然後我都覺得啊，同我平時做一啲人與人連結嘅作品好相似嘅，即係好似深刻又可以同佢哋個心連結咁樣嘅。